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 啊。咁頭先咧就睇完一年一度呢個 HK HK 係啦，兒童才藝學院嘅舞台劇啦。咁就覺得好好睇。咁其實咧我自己女女咧都喺 Roland 嗰度咧有上堂啦。咁所以咧知道佢哋即係佢哋教學嘅上邊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有心啦咁樣。咁我頭先最難忘咧，其實係細佬啊。細佬做得好好喎，即係我見到佢係由頭到尾咧，即係帶住成個即係戲咧，都係好多對白，但係佢係完全冇問題，亦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咁所以咧係好驚喜啦，亦都今次覺得即係個戲個舞台劇由好細個小朋友到大人啦、慧敏啦等等啦都有演出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，係一個好難忘嘅舞台劇。